诸佛龙天虎，两只十方亲，东得诸现佛，乃便是相会。老和尚好不识趣啊！只是杀了东西，就杀了他。恭候多时了。 所有宝藏都归你。不要再开！龙井的事了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只要入凡四劫，才能打开金凤盘。时机已到，列阵锁龙。入凡四劫，魔鬼，鬼斧，神医，神锁。 昆仑龙女，七运石，芙蓉海眼，镇龙头。十年前我见他到底是怎么死在龙女下面了？你就是长生不老的龙女。你先用刀插他的脚背解析，再攻他命门。